大家好，我是张雷。今天我家这儿刚下了一场秋雨，然后我出门看到我家院子里地面有一层白白的一层，这边这个就是我家院子一个过道。发没发现有什么区别？有哈气了。好，我是大雷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可以点一下关注，谢谢。